得小心点儿，注意周围。 是你们，新四军突击队，杀了他！别住手！哎呦，哥，姚大哥，我们终于找到你了。姚大哥，他就是你说的内线同志。这，姚邦彦，原来你就是暗藏在我们内部的奸细。 我昨天救你，命都不要了，原来你这个天我再毒打死你！姚同志，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必须杀掉他们！啊，不要杀我们，救命啊！姚同志，你们受伤了吗？姚副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难道你真的是？是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。我不是什么内奸，我是新四军的特工队员，潜伏在牛德彩家里，是为了抗日救国。你这个骗子，老子看错你了！孟金彪，我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救国救民。 我对得起天地良心，我劝你还是老实点儿，别再给日本人卖命了。从今以后，只要你们老实做人，我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。 真的把他们放了？他们俩只是贪财，还不是大奸大恶之徒。况且，他们还救过我的命，放他们一条生路吧。姚同志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离不开集中营。千万别说这种话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不过，你们怎么到长阳城来了？哎，姚大哥，啊，我们十字铺。 被鬼子攻陷了，白队长和陆有为又找不着了，我们就是来打听他们的消息的。日本鬼子行动真快。无言，我这边确实没有白队长和陆有为的消息，但是我有个重要的消息，我需要你们帮忙。什么事？牛德赛死了以后，现在周义夫掌管大权。 日本人现在同意鬼武山所提出的所有条件，目的就是在得到文物之后，用最厉害的毒气弹，让鬼谷山鸡犬不留。这群畜生，这么狠！我现在已经阻止不了他们了，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们。无论如何要阻止鬼子。姚同志，你放心，我们回去商量商量，一定尽力。你自己多保重。 你们也是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
只能把你们送到这儿来。这离朝阳城不是太远，你们自己小心点。我们不需要你虚情假意的。王队长，我这次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是因为你们不是大奸大恶之人。听我一句劝，别再做汉奸了。做汉奸都没有什么好下场，我向你保证，如果以后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，下次我遇见你，你一定会死在我的枪下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。如果你的身份让周义夫知道了，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。妹妹，我们走。忌惮杀光所有人啊！没错，他们得到文物后就会杀光所有人，所以我们必须阻止他们。关键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白大哥和陆大哥他们在哪儿，咱们怎么杀光他们啊？别说丧气话，不能放弃。没错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出鬼谷山的人，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也绝对不能让文物落在鬼子手上。对。白大哥。队长，你来的太是时候了。有一个新情况，周义夫着红大炮上山要文物，赤坂设下阴谋，要用毒气弹杀光所有人。不行，我要上山通知我爹。好，那赶紧走吧，路上一定要小心。猴子，走。哎，大家分头去找，一定不能让赤坂发射那些毒气弹。好，好，去吧。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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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赤坂少佐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动身上山了。好，石原、叶、惠子，我们准备出发。只要看到周参谋长发出的信号，我们就立刻行动。请少佐安排作战任务。石原，你准备好毒气弹，只要看到信号弹发出，你就开炮。嘿，石原、美惠子，你们带领大队人马在山下集合，以备不时之需，明白吗？嗨。周参谋长大驾光临。哎，怎么没有见到姚副官呢？姚副官有其他公事来不了了。啊，洪大当家一定在山上没有得到消息，牛司令突然得重病过世。什么？牛司令他死了？是，现在皇军指派我全权跟你谈判。你放心，牛司令答应你的我全都答应，并且洪大小姐不必再出嫁了。哦，真的？
亚琴，打开，把箱子都打开。洪大当家的，请吧。这些都是您要的，你可以在山上建立一个独立团，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周参谋长，你太有诚信了。哎，小意思。那么大当家的，您的诚意？把文物抬上来。是，你们俩跟我走。是。山这么大，怎么找啊？哎，我有办法了。既然敌人用的是毒气弹，那他一定在上风口。现在是东方，跟我来。少佐，风向改变了，周玉夫要再不出来，可能会伤及我们，还会把毒气吹到朝阳城去。多留他一分钟。周参谋长，文物全在这儿了。嗯，好。来人，把箱子抬走。是。听我说，小鬼子准备了毒气弹，要炸死我们。什么？有这种事？别动！别动！别动！老实点！都给我听着，都别动，否则我杀了你们大当家的和你们的大小姐。周义夫，你太不讲信用了。哼，信用？信用值多少钱？况且你们都是些土匪，谈何信用？小青，准备好信号弹，通知赤坂少佐准备开炮。是。不等了，开炮！嗨。小鬼子，你们可真够王八蛋的，连自己人的死活都不管。老子告诉你，敢动一下，我就把这炸弹扔了一起死。小二，走。追！等一下。手上有毒气弹，我们现在追不方便，赶紧通知山下的石人和美惠子，让他们准备进攻。就算是没有毒气弹，
样可以打进鬼谷山。嘿，枪都给我放下！你们的老大和大小姐都在我的手上，谁敢造次，我要了他的命！日本人攻山了！哼，日本人已经攻上来了，文物已经拿到手了。洪大炮，留着你也没用了。为大当家报仇！都给我听着，现在你们的大小姐在我的手上，我看谁还敢放肆，我要了她的命！都给我退下，站开！现在不要动他，先把他留着。赤坂少佐，文物都已经找到了，全部都在这儿。好，把他们都杀了！畜生，你们都畜生！住手！先别杀他们。少佐，这些土匪个个凶狠无比，留着都是祸根，为什么不全歼他们？我知道这帮土匪都会死，
但现在留着他们还有用，有人质在手。现在在外面的新四军就不敢冲进来，明白了吗？小鬼子没发现这儿的后门。队长，突然停火了，小鬼子可能把山谷给控制了。这样，分头打探，十分钟后在这集合。好。好。现在文物到手了，外面还有那么多人质，但现在新四军在外面包围，我们出不去始终是个麻烦。少佐，要不咱们挟持人质突围吧？不用，咱们只要做到安静的等待就可以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在出发之前，宫本司令已经交代过，我们攻打鬼谷山其实只需要5个小时差不多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出去的话，他自然而然会派兵来攻打这里，到那个时候新四军就一个也别想出去。队长，红衣他们全被鬼子抓了当人质，我怕他们挟持人质从这里突围。不，他们不会冒险突围，赤坂是在拖延时间，目的是等朝阳城宫本的救兵。如果我们撤了，这儿所有的文物都会落在鬼子手里，鬼谷山的弟兄全得被鬼子杀了。如果我们不撤，一会儿鬼子的大队人马全都到了，我们一个也跑不了。听老子的，速战速决。刘伟，你们这边，夏儿，跟我那边。好。
撑起来。少佐，文物既然到手，我们该怎么处理？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把他们火速送到大日本帝国去。嗨，别，回
你为我爹报仇！这一刀是为我爹的，这一刀是为了鬼舞山的兄弟们的。先撤，赶紧报告宫本司令，说这里情况不妙，请求支援，快去。嗨嗨，小二，彪子，你们干掉他们，我跟影子留下来对付赤坂。队长，可是别废话，赶紧走。
这样你会更危险的。快，执行命令。于静，你们也别想离开鬼谷山。赤坂龙一，老子告诉你，这是中国人的地盘，你来中国就是来侵略，老子今天就让你死在这儿。小鬼子，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
我们把石爷也干掉了，外面的鬼子已经被我们杀光了。好，兄弟们，小鬼子马上增援就到了，咱们赶紧带着文武撤。是。是半少佐、石爷、石原全都斩完了，一群废物，没用的东西。对不起，司令，不是我们皇军无能，而是新四军这支队伍实在太强大了。别说了，真没想到中国人竟然这么难对付。他们国力贫弱，武器低劣，但是他们民族团结，威武不屈。要战胜这样的民族太难了，太难了！你们知道吗？啊！中国就像一条沉睡的巨龙，现在这条巨龙被我们惊醒了。想想吧。等待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将是多么可怕的未来呀。报告司令，赤坂少佐还没有死。你说什么？赤坂少佐还没有死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赤坂少佐还没有死。太好了，赤坂君还活着。真的，一定要派最好的医生把他救回来，抢救回来，让他活着。医疗条件不行，就把他送回日本，送回日本，快！哎，跟我们走吧，我们自由自在惯了，怕是当不了新四军。
交给咱们，所以我们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。对，赶出中国去。